今天我们是仿真美女秀上台的，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。如果今天是金马奖，我是白灵吧？没有啦，你是徐若瑄啦。那你是王彩华？可能是那个曹曦敏吧。曹曦敏，他其实蛮蔡淑臻的吧？哦，有一点。鸡鸡夹好。嗨，大家，我是智仁。美人鱼。我们现在早上6点多的高铁，因为我们要去工作了。这有史以来最早一次。这是最早的吗？我们今天大阵仗呢，我们现在要去高铁来完成我们今年最后一场发型秀。OK， 我们现在又来到快乐工作区咯。一点看起来都不快乐。现在早上8点，这是我们今天工作品牌。我要穿华丽哦，很美。这今天我要给艾莉带的，给大家，不然等下叫大家，应该是我穿的。哎，我觉得这我带好了，这干嘛给艾莉带？我也要，就一点。冯红，你想不想带这个？我不想。我还是我去表演就好。我觉得你可以耶，你这很有张力耶。那我们今天模特8个，加我们这里是4个，总共12个人出场。我们今天主题是就是。那我一咯。你不是模特啦，是这边的啦。模特是那个比女人还漂亮的人。来，你口罩拿下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你先看一下给大家素颜的样子啦。你先，已经全妆了。我已经全妆了，刚刚在高铁上就好了。哇塞，哦，很漂亮哦。来，学姐会来哦 ，Kiwi Baby 哦，学姐，大学姐，结尾妖精。好，你来，结尾妖精是什么？哦，哎，要不要？等一下，在台上一个这样。如果今天是金马奖，我是白灵吧？没有啦，你是徐若瑄呐。那你是王彩华？可能是那个曹曦敏吧。曹曦敏，他其实蛮蔡淑臻的吧？哦，有一点，有点蔡淑臻。对，蔡淑臻就是想当依林的那一种。没有人想依林吗？现在彩排了吗？我现在趁空档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布置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今天蛮用心的。这个爆米花机，但是里面放的都是洗发精，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就这样好，先这样。跟我这个讲。他们今天要准备来拍贴机，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拍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等一下想拍一下。很贴心，还有食物可以吃。他们很贴心准备食物，但这个排队的人潮大概就是很像刚开的什么豪华自助餐吧。今天表演总共有7个团队，然后我们是最后一个表演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再彩排一次。12:38彩排，现在1个小时后。春色会不会露点？不会，我变胸黑。哎，不可能这样哎。今天我们是仿真美女秀，高仿的，高仿的上台的，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。看得出来吗？大家看得出来吗？有点差错的。鸡鸡夹好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一个高仿真女。Hello。是 Lisa。是吗？是 Lisa。低配版的。没有啦，就是 Lisa。好，我们这边就是翠比是真女的代表。Q Q Baby 今天是高仿的真女。高仿，来给大家看一位真正的，已经是真女。你看，你买很低耶。不是。不然呢？你现在就是高仿啊！那艾莉是不是真女？艾莉现在是不是真女？嗯，为什么变才是进步？就是真女，就是进化啦。我不觉得哎。你这样好像比较像新人类哈，就都有。对啊，比较酷吧？对啊，全配的啦，还可以干人。Kiwi 是喜欢走秀的吗？我很喜欢哎，我以前时间大学服装科的，真的哦。以前黄山料都找我走啊，真的黄山料。黄山料是服装的，我跟他同班，真的。等下是我们学校第一名，他现在已经是超级作家了，超级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小美人鱼，是的，还有是艾莉尔，对，有没有比艾莉漂亮？有，绝对赢。哇，好美哦！哎呦，哎，你真的好有气质哦，怎么办？又没关系，我好话痨哦，不会啦。你是有趣、有灵魂、美丽的皮囊。谢谢，他很无聊哦。难怪我流量起不来。对啊，不会。
他就要教人家怎么当女人而已啊。那我教人家怎么当泼妇吗？那你声音不是有调节器吗？就，你来一个可爱的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mi， 我也是。超妙。哎，你们都可以耶，调节器。你有吗？润，你有吗？我没有，我讲话本来就这样。来，四闺女来哦，一二三，姐妹们加油！姐妹们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时间拜喽 ，Let's go， 加油！我们现在已经做完要去小庆功宴了，我们之后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我们完美的作品样子，很厉害，真的，我们真的很用心。艾里跟 Kiwi Baby 还有翠里他们表现得很好， Kiwi 很疯哎， Kiwi 很疯，我爱我爱。我们现在来蹭饭吃一下，来蹭饭喽，蹭饭吃的各位哟。现在这盘下我们就看现在谁要播，你要播吗，杰米？好贴心哦，我爱你耶！没有，这是我自己吃的啊。哎，不是要给我们的哦，手不会过敏的哈。不会啊。我只看过你要吗？哎，很会播哎，做手工的哎。服务业，手工艺。服务业，手工艺的。来，准备好，酒准备好，来。我海的女人、啊。来，金大哥，海的女人。这个也是我们的红牌啦。对啦，红牌。随便。对啦，金大哥。好搭啦。我妈妈可以。OK， 我们终于完成三场咯，一起完成三场的伙伴。已经快老了，已经老了，接下来就明年的事喽，就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